由千叶良平、菊庆太及许芳、龙一组成的 Wings 在港拥有不少的 fans， 此次邀请他们来港参与拥抱十周年 Pop Rock 大派对音乐会，成为唯一获官方安排演出的日本艺人组合。7月3号三人一同出席记者会，捧走了三大奖项，并于当天返回日本。好，这个就是04年的两张唱片来的。应该上先啦，上先我哋嘅就上。04之後咧，咁啊05、06咧都係佢哋攞到嘅，分別咧嚟自兩張唔同嘅唱片啦。05年嘅唱片咧，咪就係阿 Gaga， 而06年嘅 IA 係幫手啦，搞啦 Propaganda 演唱會嘅主辦單位啦。我哋請大明娛樂嘅總經理趙偉林先生。続きまして IFPI 最も売れたアルバムに贈られる賞、これ2枚のアルバムが受賞し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、2005年度 IFPI 最も売れた日本と韓国のアルバム、アゲハ、そして2006年度サンクスです。プレゼンターはビッグオナーの取締役トム・チュー様です。分別呢就是05年的唱片啦，是大啲地嘅。好，仲有一張要頒喎，06年都是佢哋喎。06年的唱片就是 Thanks。都是 IFPI 最暢銷的任何唱片來的。那這個時間當然講到 IFPI， 我們請埋 IFPI 方面的代表一起來拍張相先得嘅。我們請 IFPI 國際唱片協會的香港會主席馮添之先生，幫我們一起拍張相。